今天我们要玩的是油彩版的丢手绢、首先我们有一个表演是关于我们文艺委员谢娜的她要进行一段那五时刻，在我们玩丢手绢游戏之前，然后由她的这个那五时刻中的一个动作来决定我们待会儿丢手绢异性追逐的动作。准备好了吗，娜姐？随便、来吧。音乐起。上一季百变大咖秀就缺这个，就缺了这个，是那感觉回来了。所以我们只用哪个动作呀？全段。我觉得这个吧。这个吧，好吧。好的。啊！你嘴巴不用用力吧，海涛？拉丁嘴一定得。OK， 好，明白了。由杨迪先开始。哇塞，打样了，又打样来了。随便选个颜色。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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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来，来这么大的呀！娜扎，你别怕，他是你这边的。好，忘了。丢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没有没有，追啥？哎，不要告诉他。完了，真的好，可以去追他。来，谁追谁呀？谁追谁呀？小心！我真的没办法，肯定抓住。哎，我回到大婶，你没抓住，还是你，还是你。因为你没有，你被那个。手上还有吗？有，还多。那我完了，玩一天呀，因为累，越来越累。你找一个你有把握的，别往后看啊。我们一个队的，我们一队的。拉丁动作，拉丁动作。
我怀疑娜姐用跑的都能追上你。杨迪能玩一年这个游戏，还是我吗？还是你？这样这样，我们的规则临时加一个。你跑了三轮以后，你就指定一个人再玩。啊。我真的喘气儿。没的，只能抹无心，没人了，只能抹无心。你这两个，欣姐王，哇，欣欣好快啊！哇，欣欣好快啊！快跑，快点，快点！欣姐加速，欣姐，快点，快点，快！欣姐加油！你怎么这样啊？而且哦，杨迪还不规范，我说的是这样的，他。你们随意吧，还要录吗？要录啊，要录，我要休息一下。你指定个你们那个队的人。我们队的人。对，因为你还是你们这队还输着的呢。娜扎来，来，动起来。